在屏幕这里关闭这个运摩压轮，然后手动做两个空格看一下。 这种情况，磨一边多一边少，就是右边比左边多一点点，然后按一下屏幕的纠偏，纠偏就是这个左右箭头，自动那里，主页那里点自动，左右箭头，点一下哪边少了，点一下哪一边，大概是左边少了。 等一下，再走几个空带，然后袋子现在两边都是对齐的，带长是这里设置。 里面那个有参数设置，这里可以更改代偿，我改个300，然后按一下这个结束，然后保存一下。这个是200的，这个是300的。 包装速度可以这里调，然后点结束。它是这个每做一个空带是多方面参数配合的，比如这些横风时间、纵风时间，它那个参数改小一点点，它速度也会有影响；它改大一点点，速度也会变慢。所以你可以从用这个温度调高温度，再调低这个。 横风时间来配合这个包装速度，把这个横风、纵风时间调慢、调小一点，然后把这个横风温度、纵风温度调高一点点，通过高温和短时间，然后把这个风合起来，这样可以达到提高包装速度。还有调一些这个伺服频率，就是拉模的速度，拉模速度快一点点，包装速度也可以提高。 就是这个拉模的速度，伺服频率。我调回原来的参数，你来看一下这个数据。这个显示速度。 这个可以达到36包。这里有个功能，上料电机的功能，这里是关，这里是开。 然后你再看这个
输入输出方面，这里有个上料电机 Y12 就是这个，这一个中间继电器就是这个 Y12 对应这个中间继电器。然后你把两条线接在这个两个长开点，拉到你的上料电机接上就可以，四号线的接上就可以。接上还这里还有一个 X6 报警信号 ，X6， 然后X6 和零伏短接之后它就这里信号线就接到你上料电机，这里功能一开它就可以上料。Thank you.